右上神坛内侧啊，好像，酸上的感觉啊，酸上的感觉，像跟柱子的感觉啊，现在已经，外线已经在准备那个，大柱子啊，准备运输那个大柱子了啊，准备运输大柱子了啊，准备运输大柱，大柱子了，也就是说。最后那个代表人人平等的那个柱子啊，会，竖在那边啊。前面几天是规划啊，前面几天是规划，现在开始起运了啊，要运输过来了啊，准备运输过来了啊，那么也就最近两天应该要今天10号，那么11号，也就4天时间了啊，正好很紧凑，很紧凑的时间啊。很紧凑的时间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啊，他在准备要印那个大柱子啊，大柱子代表人人平等啊，代表人人平等啊，这个，要运输过来了啊，前面是规划，规划，现在运输过来了啊，好，知道了啊，知道了啊，好，然后再见啊，再见啊。